你要听我吃。你喜欢吃什么？你喜啊？我们吃火锅的时候，你想要吃什么？对啊，金针菇。只要是菇我都喜欢。来，告诉我，那你有什么菇可以请我吃？独菇。独菇。独菇。好饿杏鲍菇啦，杏鲍菇我喜欢。再来还有嘞，还有。我带泡菜来煮泡菜火锅好吗？好饿。可是，你还记不记得他查那个上次这样？对对对，全员划掉。对。等一下啦，我的菇，你们不理我了。我的菇嘞，还有什么菇？菇菇丹丹。啊？柳针菇。柳针菇？什么是柳针菇？比金针菇大一点点的。那个上面的是很像香菇的东西。抢菇。那个很好吃哎，跟金针菇差不多，只是。还有我喜欢吃那个草菇。还有菇菇。香菇。对。杏鲍菇，还有什么菇？金针菇啊，猴头菇啊，这个好，因为猴头菇是养生火锅呢。对，对啊，可是可以用那个料来煮啊。可是不行哎，煮起来它那个要是要加那个特别的那个中药，直接用泡菜煮起来味道会怪怪。那你们怎么要煮来给我吃？我们老师韩柳，老师你要来我们班也可以，我可以直接来我们班。那你要叫我去吃啊？对啊，我们会叫。好像若你没空哎，加饭为了吃我一定会有空。加饭，今天加一点饭呐。然后再加泡菜脆爽。加啊，你讲爽这个字我怎么把它录进去呢？怎么办？我也不会把它。双麒麟的双。双麒麟的双。好。哎，好几个。